这就是出去上华人超市买了一点东西，买的这种的奶茶，因为没喝过，就想尝一尝。这个呢正好打折了，原价4磅钱，半价现在，正好一会儿把它当早饭吃了。两天的早饭，我吃不了这么多。味道不错，就是太甜。然后还顺便上超市买了一点东西，就这些东西没多买。哦，还买的这个，我要包茴香饺子吃，这个不错，大红馅你看多好。这个栗子下次不会再买了。看着像糖炒栗子，但是味道不一样。我今天出来游泳，好久不来了，懒。其实我最常做的事还是坐在泳池外面的花园里愣神，或者是睡觉。有的时候自己也会想，要是有个好朋友一起来该多好，但好像又找不到这么一个人。既然找不到也没有关系，自己独处反而是最自在的，也不用互相的等而浪费时间和青春，自己想干嘛就干嘛，自由自在。自己在家做的甜点，哦，这不是我做的。这是屎壳郎做的。我有的时候会去 Greg's 里边买，因为它那里边是热的。自己做的呢，你想放什么都可以。还放了些洋葱这里边。又开了，还买的蜡烛。今天打算全素，前几天吃肉太多了，会觉得不舒服。今天有蛋糕吃，因为一个同事走了。这是我在炒饭，我今天做鸡肉咖喱饭。其实我也会做饭，真的。
这是在雷丁四合行买的咖喱，这个挺好吃的，强烈推荐。每次就用这么两大块，加上点蚕豆。你要觉得稠呢，就多加点水，这个都是看着自己加就是了，没有必须，也不凉。目测这个大饼，据我发现只有埃斯达还是 Morrison 才有卖的，有的超市卖的很小，这个大一些。你不要立刻就加水，你炒一会儿再加。你看着炒成这个样就可以了，盖上盖焖一会儿，把咱的大饼扔进来，关火吃饭。这个能让碗保持暖和。这个米是长粒米，我不喜欢吃，我最喜欢吃泰国香米。鸡肉咖喱饭很棒，你一定要试一试，很好吃，稍微有点稠了哈。在家里也是，吃完了饭一两个小时又躺在这儿，看花，真漂亮啊，真幸运，我等着要把这个粉色的玫瑰扦插，希望能成功。